快樂。而家我哋拍緊戲啊嘛，我就係女主角，你就係男配角嘅啫。男主角唔喺度喎。自己講曬男主角喺邊個先？劉華呢個星期最佳男主角就係劉德華。但係我哋都有劉青雲嘅。哦，係啊，冇錯。冇忘記。不過今日咧就係電影情人節啦。很多人都會在拍拖的時候選擇去看戲的所以我們今天決定去討論一個話題，究竟你拍拖的時候你會選擇什麼種類的電影看，又或者你和你另一半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哪一部呢？還有你記不記得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發生的之間發生的事情像哪一部電影呢？又或者看戲的時候你通常要和你的另一半做些什麼呢？我知道這件事我都做過。什麼？好像是因為戲院呢，當它熄了燈的時候你就可以做很多東西做的，例如吃爆谷啊，喝汽水啊，玩手指啊，即一定會的嘛，即是中間那個線，兩個線嘛，是不是？中間一定有一條罅的嘛。有些夾不色沒有的唔係 OK 啦，如果夾不色嘅光明正大咯。咁如果係嗰啲人咧，中間有個 handle 嗰啲咧，係咪咁個手指會放喺度玩咯？你試下。你唔好介意我。手寒啊嘛，我知，冇所謂啦。為咗廣大嘅聽眾同埋觀眾朋友，我都死不足惜。好酸啦！好酸啊！手指唔係咁樣玩㗎。點玩啊？手指係啲咁樣嘅，嗱睇下，嗱手指功係咪 ？OK， 準備好轉轉啊！這個就是玩手指咯。有人看戲這樣玩手指的嗎？還有我沒試過咯。你都沒拍過拖。我今天看一部愛情電影，配合今天的這個電影情人節，跟我們討論一下究竟你在這個電影情人節當中跟你的情人所作所為，還有看哪一部電影最適合你們現在的 view。 是的， Colin 告訴我 039433366 等著你。